这台是合成血液穿透，这里需要外接一个气源，从这里插进去8毫米的气管，然后调节一下这里的气压，拔起来顺时针是变大，逆时针变小，调节到0.2兆帕就可以了。然后要加那个合成血液从这里面加。拉出来，注大概两升的量差不多了，没过这个液泵，加完之后把它推进去，现在先不要关，然后开电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。把这里面的合成血液，给它加到。